你不是遥遥领先吗？让你遥遥领先，让你遥遥领先。盘点华为手机那些遥遥领先。没有码，你扫的这个？没有码，我怎么扫？你扫这里。这么高科技？对啊。我们继续领先，领先不怕超过50%。提取表格，嗨 Siri， 提取表格，你需要先解锁 iPhone。嗨 Siri， 表格提取，这是我从百度找到的内容。小乙出来，来了。这耳里发微信，问他跟这儿弄啥嘞？明儿早上喝化糖不喝？确认发送吗？可以和我说确认或取消。发送，发送。发送。一种一种。用 C 语言写一段输出 Hello World。写一段我和我的宠物的作文。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烟花，小易，小易，我在拍张照片。小易，小易，我在把刚拍的照片发朋友圈。还有手机这么神奇的吗？遥遥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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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不是一点点，只要。好朋友们，我现在左手的是 iPhone 14 Pro Max， 右手的是华为 Mate 60 Pro。那么左边和右边都是电信 5G 啊，虽然它显示 4G 啊，也是 5G。我们来一起在室外空旷条件下测个速，3、2、1，开始。华为这边是400多，哎，怎么 iPhone 这么低？好 ，iPhone 涨起来了 ，iPhone 涨起来了 ，iPhone 领先了 ，iPhone 领先了。但是华为最后峰值是448，看 iPhone 有多少 ？iPhone 有366啊，306啊，华为遥遥领先。Mate 60遥遥领先，我告诉你，不是这个遥遥领先，我们的车机也是遥遥领先的。看着没？别人都得 APP， 这个也行，这个也行。别人给你发定位，你每次都得拿手机导航，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怎么玩？搜过去了，哎。怎么样？
是不是遥遥领先？放首歌给你听听，你原来是不是都得搜索连接蓝牙？我告诉你我怎么玩的，来一放一歌往这一唱，搜，哎，就享受吧，小意小意，播放下一首最热门的歌曲。遥遥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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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领先。